大家好，我是赤壁画三国。本期给各位主公分享，用一个648抽取 S3 的限定卡包，让各位主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欧皇抽卡。时隔三日，早已不是当初吴下阿蒙兴盛国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